今次嘅疫情係嚟得好急，大家都措手不及。咁我哋成個表演界啦、教育界都係面臨一個好大嘅打擊。都有啲同學好慘嘅，即係比如可能係啱啱上年學士二年班開始有第一次嘅鑼鼓響，佢 miss 咗。我哋今年本身年頭亦都有個鑼鼓響，因為疫情又 miss 咗。即係其實佢係錯過咗幾次，本嚟係屬於自己喺舞台上嘅演出搭台版經驗。最大影響就係少咗好多演出機會咯。成個感覺，我會覺得同之前會爭好遠，唔會好似之前每一次演出咁會比較有信心。學咗咁多年粵劇呢個藝術啦，咁最終嘅目的都係想上到台去展現自己，有觀眾去欣賞自己啦。咁到今次啦，七月份嘅鑼鼓響演出咧。這個咧係戲曲學院第一次疫情後再面對觀眾，我哋可唔可以將同學嘅優勝之處咧，佢哋嘅特點咧展現俾觀眾知？呢個就係舞台嘅邊。以前咧，所有鑼鼓響節節戲咧，冇人會見到我哋嘅，我哋都係幕後嘅啫。今次有個機會就係展示我哋嘅戲曲學院嘅音樂同學，除咗伴奏粵劇之外，都能演奏嘅。今次咧喺音樂科嘅同學入邊咧，佢個發揮都比較大嘅，有半場咧都係留俾佢哋去發揮嘅。咁我哋亦都派咗一啲演員嘅同學去演唱啦。我今次咧係特登點演呢個《辭郎州》嘅一個群戲嚟嘅。我喺排練嘅時候咧，我完全係唔會話俾佢哋聽佢哋做乜嘢角色，我要佢哋全部坐曬喺度，全部要佢哋學曬。咁等佢哋知道啊，原來每一個行當係唔同嘅，等佢哋感受一下，然後將來可以好快脆能夠融合我哋嘅粵劇演出咯。一個 live performance 嗰個感受，我遇到一扎志同道合嘅朋友，行入去一個劇場度，全光位、燈光、佈景、音樂，呢一個感受咧。你是在個手機的 live streaming 做到的，所以這個 live performance 的感受呢，我覺得呢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戲曲學院的製作節目。